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的《摄大圣论讲记》啊。那我们讲到这个第131页啊，第131页初世清净，初世清净的心哈、啊、的这个种子来讲的话呢，那么也非赖也不成啊。哦、啊，那当然我们刚才也讲到呢，会有什么世间的清净，对不对？世间的清净，那么也等于说是从欲界要到什么色界，要离欲了，离欲，哈、啊，离欲，那这个还是属于世间的清净啊。但是要出世的清净的关键呢，会是什么？慧，啊，慧。所以呢，在这里就是要怎样，要能够亲近善事，多闻熏习。对不对？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嘛。啊，好，那我们熏习的这些种这些的观念呢，那是只有熏习耳识吗？不是，也不是只有熏到意识，因为意识太浅了，啊，它不是恒常的，对不对？啊，但是我们是透过意识来怎样学习，学习不是储存在意识里面，而要储存在哪里？后来也是这样子，我们的色身坏了，却是我们的因缘种子是不是有机会流转？如果没有种子的储存的地方的话，那是不是就没得流转、哦、所以这是前面我们讲的嘛，要从这个区域到下一个区域去，如果没有种子来连接，是不是就上不去啊？它必然会上不去，也就是这个因素啊哈。好，所以呢，不是熏耳识，也不是熏意识，也不是两者都来一起熏，不是。因为不管耳识意识是不是都太表浅了会坏，必须要熏到哪里啊？阿赖耶识。如果没有阿赖耶识，这些熏习是不是都没办法成就啊？没办法流转的啊。好，所以呢，若与彼法如理思维，有没有？第131页的本文里面哈，第二行，如果在这些法上面的如理思维，那么耳识呢，耳目且不得起，意识呢，亦为种种散动于世所见呢、啊。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如理思维的时候，其实耳识会怎样？不容易去听清楚，因为我们把重心放到意识。哦，比方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是不是会视而不见，充而不闻呢、啊？对不对？我们如果真的如理思维的时候，那个集中的是不是就在意识上面？对不对？啊、哦，所以就容易怎样充而不闻，所以这意识和耳识也不容易清楚，所以它不得起呀、啊。啊、哦，那在方面呢，如果是意识来讲的话呢，因为它会间断。所以它没办法流转，没有办法储存，它是没有办法储存。啊，好，所以呢，若与如理作意相应生时呢，此文所熏意是与彼熏习久灭过去，定无有体啊。啊，就是说，这些熏习如理作意相应升起的一些观念啦、啊，或者这些善的种子因缘来讲的话呢，那么。只有熏到意识来讲的话，那这意识是不是会流失掉，并且它没有一个储存的地方，所以它定无有体啊，啊，就没有一个储存的地方啊，啊，那是不是也没办法流转到下辈子去啊？这个就无法流转。那云何复为种子能生后时如理作意相应之心呢、啊？啊，能生后时有没有？我们这样如理作意哈。啊，那么其实是会影响着后世的，以后的，那是如何能够这样子能够流转呢？啊，那主要是不是还是什么？阿赖耶识嘛，啊，要有个储存种子的地方。啊，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其实这一切都是不成的哈、啊。那因为我们现在就算我们如理作意呢，因为我们还在世间，所以我们难免还是不是生的世间心呢、啊？但是这种正见说实在呢，它是什么？初世心，
出世心啊。比方我们在世间法了，但是呢，我们哎学佛的最大的一个特质，跟啊佛教不共于其他宗教最大特质，就是它有解脱的能力，有超凡入圣的能力嘛，能够超越世间法的能力。确实我们这个时候还是世间心，怎么去储存这种出世心啊？就是说它如果没有种子的话，它是不是就没办法同时存在啊？它其实是无法同时存在，那因为它有种子，是不是才可能同时存在啊？它会化为种子，哦，会化为种子，哦，所以它就未曾未有时，俱生俱灭，是故此心非彼所熏呐。所以这个心哈，这种心呢，就啊，在意识或耳识，说实在都不是能够熏染的地方。能够熏啊，能够回熏下去，它必须要是怎样？是坚长的，对不对？是坚住的啊，是不变异的啊，并且呢。啊，前面在这个第124页有没有？第二行，它是不变异的，而且是恒时相续的，还必须要遍于三界的，对不对？像耳识、意识都还哈、啊，尤其耳识它不遍于三界，它无色界已经没有，色界也只是一部分而已哈、啊，而且它也没办法去支持生命嘛，啊。因为一熟识它本身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是不是才足以流转呢？啊，才能够流转的，啊，所以呢，在本文最后倒数第二行就说：是故出世清净，如果离了一切种子一熟果实来讲的话呢，就不得成了。啊，是因为在这当中熏习啊，摄受比种子不香，因为无法去摄受这些种子，没办法去储存这些种子，就无法流转，就。如果无法流转，是不是就没办法生生世世的去累积啊？就一辈子修完，然后就都坏掉了，然后下辈子又从头来了，因为没有一个储存的地方，哦，所以这样子也无法怎样释出，因为累积不了啊，啊，这个是累积不了的，啊，是无法累积，哦，好，那这种世间哈，这个。出世的清净哈，就是要透过什么闻熏习，听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能不能出世呢？它的关键在会哦，关键在会。那我们一般当然以我们学佛来讲的话啊，这个有相当善根因缘才可能这个啊，比方。愿意持戒修定，乃至于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对不对？所以呢，持戒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基础？因为在欲界里头，是不是还有三恶道啊？我们不希望往下堕落嘛，啊，不希望往下堕落，就必须先要有持戒啊。之外呢，那当然像增上啊这种加行的善心，是让我们往上提升。如果修了戒，再加上善心，其实自然也会往上去，啊，自然也会往上。还有呢，就是要修定，因为这边修定呢，会是相应的。修定的种子会得到升到色界的果报，到色界天，啊，所以呢，我们一般如果我们急于修定而没有慧的话，那么。可能会去跟天界相应，所有外道也是这样子的。外道他有没有会啊？外道就说佛教之外了哈，因为佛教之外他不谈这个超凡入圣解脱的问题嘛，啊，甚至呢，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不满人生，希望将来到哪里天道，所以他修定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所有的宗教是不是也都劝善为多啊？也劝善啊，也修定啊，那都可以到什么天道去。唯有佛教并不希望我们往这上面去，而是希望能够从世间怎样跳脱出去，哦，所以呢我们说关键，啊，是在会。但是为什么要加定呢？因为有定才能够去验证会，所以我们说止观呢，啊，修止可以通所有的宗教，因为观而不同。到底是观的是什么？
观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名言呢？就是名言种子的问题哈。有这样的观念才不会往天界去，没有这样的观念是不是就自然往天界去啊？好，那以佛教来讲，纵然我能够往天界去，我也不要往天界去的话呢，是因为怕到天界福报太大，反而不容易修行啊，所以呢会比较怎样呢？希望透过慧，所以这个慧跟观有关系啊。定呢其实是修止，是修止，修止都共所有宗教由于观而不同，因为熏习不同的名言种子，目标就会不一样。佛教的目标在于释出，好，所以并不是说我只要修定，修定之后呢慧就自然跑出来，不是。定的种子所得的是什么？定哈，这个色界定的那个果报体会往天界去。那慧的种子是什么？菩提心，是一种觉醒的心，觉知的能力啊，而且要觉知到什么因缘法，它才是慧的一个来源呢。那定是去辅助，所以导师也举一个例子说，举一个比喻，慧它是眼睛，这个定是足，当然这两者要能够并啊并行最好。但是我们说有慧解脱的阿罗汉，还有具解脱的阿罗汉，所以光是慧也可以解脱啊。当然更深的一种解脱呢，就是慧加定。所以慧是比定还更重要的哈，尤其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呢，先要熏习一些佛法，再来去修定，才不会搞错目标跟方向哎，不然是很容易跟天界去相哈，或者哈，等于是会搞不清楚那个目标。当然在修定当中有没有喜悦感，会有的，会有，因为暂时让我们哈脱落这种在欲界上面的这种那种束缚，因为往上去哈，它会比较清安才上得去，它是善的，啊，这个往上去，所以我们也不能贪染在那个禅悦当中呢，那也是一种贪哦，啊，也会是一种贪，所以我们的贪哈，很严重的贪，贪很严重，是因为它贪是骗三界的，嗔，它只有在欲界，色界无色界没有嗔，哎。所以贪哈是也是很严重的哈，因为也因为有贪，所以在这三界当中哈，纵然往上去，它还是受到束缚，还是会受到束缚。唯有慧才能够怎样，这个跳脱出来啊，也才能够跳脱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个就要透过什么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啊。之前当然就是要多闻熏习，观念正确了，然后再来修定，目标在慧。啊，目标在慧，啊，只是用定来辅助，让慧能够更啊，能够得到验证，啊，能够得到验证而已，啊，所以我们的目标并不在天界啊，并不在天界哈，啊。好，那接下来在我们的，透过闻哈，啊，这个我们刚讲闻熏习，是不是也要一定要有赖也不成啊，非赖也不成嘛？好，那在133页呢，来辨闻熏，闻的熏习，它有因，它的因跟什么呢？所依，有吗？第134页是不是有个因？然后呢，它所依的是什么？好，在本文就讲复次，云何一切种子一熟识为杂染因？复为出世能对治比静心种子呢？也就是说，所有一切的种子一熟识呢，它会是杂染的，会是杂染。为什么呢？因为它透过那个莫那识本身，是不是就杂染？再下去呢，那当然它就有杂染的那个因哈那种成分在。但是呢，又要从这里面能够出现所谓的这种清净的种子，这个会是一种困难呢，好，那在一方面这里有讲到出世心呢，习未成熏呢，习未成习，所以比熏习呢决定因无，
既无熏习的种子，那么又从何而生？那是故应答呢，是从什么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种子所生啊。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种子易熟识里头呢，往往会是什么杂染的，是因为有第七意识的杂染在下去嘛。所以它往往是杂染的。那这些清净的是从哪里来呢？就是从什么法界等流种来，听闻熏习啊，这个能够多闻熏习啊，从最清净法界等流有没有正闻熏习种子所生啊？那当然，如果没有宿世的这种法界等流种的熏习，说实在现在要这样子也不容易呢。所以我们常讲说，我们也要有宿世的善根因缘啊，对不对？有宿世善根因缘，有这样的种子，是不是才会起现行？然后有这样的现行，是不是我们再回熏回去？再回熏回去。那所以呢，其实应该讲还是有什么过去的一些熏习了，还是会有过去的一些熏习哈。如果说他完全没有，说实在是很难。所以后面呢就会讲到嘛，到底是真的只有心熏吗？其实也要有本有的成分，就是说过去曾经有过，那现在是不是才能够再心熏进来，然后形成一种什么善性的循环？所以呢，纵然我们欧赖也是他本身一熟识本身是杂染，却是我们要多吸收一些什么法界清净法界的等流正闻熏习的种子，它会是一种清净的来源。但是这种清净的种子是不是还是会杂染下去啊？还是会只不过这个一方面呢是要去冲淡，对不对？要去冲淡我们的杂染，因为它是清净的，清净的，清净越多，杂染是不是会越少啊？善的越多，当然恶的那个比例就会变少嘛。所以以唯识来讲，就是不断就是在讲转依，转依有没有？它是透过这个转迷起悟，转染成净，转染成净，而且呢，这个善呢，也是要这个修善而怎样止恶嘛。修善而止恶，所以它的因它很重要的一个因呢，那么就会从什么这个熏习法界等流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种法界等流种它是最清净的因为真理法则、真理的现象没有任何的人我是非不是从现象来谈，从现象来谈就容易执着，执着是不是就容易烦恼，烦恼就会有杂染、有恶念嘛。那法界等流真理法则能够去认识清楚的话，其实也会去冲淡我们的那种执着烦恼，并且比较懂得真理法则的时候呢它会是光明的，我们的无明是不是自然会减少啊？其实自然会减少啊。好，那在第136页就讲这个闻熏习啊，就是以清净法界为因，也就是真理法则是很重要的什么这个种子因缘，无分别智为果因为清净法界的这种真理法则讲的是不是就是缘起性空啊？性空就是在讲平等性，透过性空是不是才能够达于根本无分别智？有没有涅槃？是不是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啊？是透过平等性来的，也就是空性而来那么也就是说法界真理的现象的现前，其实它是平等平等之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对不对？它是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什么平等平等之相，平等到没有任何的分别。所以无分别它是不是就是一种平等其实就是一种这个平等性所结合出来的这份智慧之果所以呢，这因果都属于什么真实性，
也就是真理法则。所以呢，这种闻熏习呢，它也是什么？也是真实性，也就是佛陀的等流正法啊，是真实性的等流啊，真实性的等流。好，那这个正法跟闻熏习啊，那么这个为什么不属于片寂性跟依他性？哦，那当然我们说片寂所执跟这个依他起性来说的话呢，那它都有杂染的成分在。那尤其我们如果没有学佛，几乎都是片寂所执，因为熏习进去的种子是不是一定经过杂染？然后有这个种子成熟的时候变现出来，它是不是还是杂染的？啊，它会是杂染的。所以呢，我们所看到的外面的都是我们片寂所执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啊，它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啊，于是呢，我们就要透过依他起性来做调整哈，因为这个片寂所执就是它非常的主观，自以为是。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容易起什么颠倒相，啊，但是这个依他起性呢，虽然也还是虚妄杂染的，却是呢，我们比方我们现在用依他起性的话，就是这个他呢会是因缘法的他，也就是依着因缘法来看待。虽然我们明明看到的现象都是什么颠倒的相，但是我们希望更客观一点，就是要用什么？用因缘法来看待，而不是只有在什么现象上面来看。我们越执着那个现象，是不是就会越颠倒？哦，而我们从这些现象去分析说，哦，原来它有什么什么的状况之下，它才产生这些现象的时候，那是不是会客观一些啊？哦，其实会比较客观。当然在这个客观，比方我们透过因缘法我们会客观点，但是我们是难免还有什么杂染的成分嘛。到杂染能够去除呢，那么就是圆成实啊，哦，也就是圆成实相的什么现前。所以所谓涅槃也就是圆成实相的现前呢，哦，那也就是正法的真实性的等流啊。哦，那闻熏习也是正法的什么这个熏习，所以虽然是世间，却能够引发真实性的无分别智，也能够悟入诸法的什么真实性。哦，所以呢，如果我们这个向着生死流片寂所执跟这个依他起性来走的话，那么就是有两个方向了，一个就是比较属于世间的心，一个是属于什么出世的心。哦，出世的心。那当然在这个熏习当中啊，这种清净法界的等流正闻的熏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哦，其实才是最为重要的哈。所以它这个因呢，一定还是要从什么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的种子而来。是因为我们无始劫以来，其实我们都充满了什么虚妄分别啊，杂染的这种状况啊，啊，好，那所以呢，我们所依的啊，就是会是什么？阿赖耶识，因为我们这里哈，在137页第137页的这个所依有没有？此闻熏习为是阿赖耶识的自性吗？还是非阿赖耶识的自性？如果是阿赖耶识的自性，云何彼对治种子？如果非阿赖耶识自性呢，那么此闻熏习的种子云何可见呢？啊，乃至正得诸佛菩提此运啊，此闻熏习随在一种所依处转，就是即在这个一熟识当中啊，与彼何相转，犹如水乳啊。啊，所以然非阿赖耶识是彼对治种子性故，啊，就是说其实不是阿赖耶识的自性，我们也只能说阿赖耶识它本身是复杂的，它有三性有没有？它是阿赖耶识是它的自性，那它的因性因相啊，它的自相啊，那个
种子是他的什么因相，一熟是那个果报，是不是才是他的那个果相？果相。所以呢，这阿赖也是不能用他的自信来看待，就是不是阿赖也是他本身的那个特性的问题。其实他是三种状况呢融然一体的了，那就如同水乳啊，所以阿赖也是他本身有点像水，然后呢，那个善的因缘就像乳一样，它是等于是它是去融然一体的，啊，它不是固定的哈，并且它是可以去怎样，可以去后面也讲到哈，这个鸭子啊，它会去吸那个乳汁啊，而保持那个清水，那么也等于说。这种熏陶进去的这个种子来讲的话呢，不是影响了阿赖耶识的本身哈，其实是因为它有种子识，会去影响它的什么这个业报体了。好，那总说呢，其实也就是说，它是可以有一个寄放之处啊，并且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第138页哈。第138页这里有个附论了哈，这里有个附论就是讲到妄心，啊，妄心派跟所谓的什么真心派，啊，这妄心派跟真心派哈，唯是属于什么妄心，我们常说虚妄唯是嘛哈。他的杂染在里面，他的杂染在里头，真心呢就是那个如来藏，清净的如来藏，他的杂染在外头，他的杂染在外头，这个叫真心系，这个叫做妄心系，还有一个就叫做什么波瑞系。大圣是不是有这三系啊？波瑞系就是在详细讲这里面的因缘，不过只是什么现象，上面的现象就是因缘的排列组合嘛。然后呢，它还会怎样缘灭？缘起性空，在详细的讲因缘法，那这个比较在因缘法上讲的多，这个就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常说这个会是一个众婆面，这个是一个什么横婆面，横婆面，而且它这种横婆面要婆得很下面，就是它是清净的，哦，是清净的一个横婆面了哈。那但是呢，因为这个虽然是横婆面，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像一颗摩尼宝珠一样。啊，那个客尘所染，外头呢，它这个它的染着是在外头，所以叫做什么客尘，叫做客尘，啊，叫做客尘。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因为这一段其实我有一个。讲义了哈，不过我是想说，要透过那个网路的方式发给各位，你们各位才会去找。哎，所以我想一想，还是不要发了。哦，这个在第139页有没有？这个真心派说虚妄熏习是客，有没有？真常的如来藏的藏事才是主体，真心派。各位看一下哈，真心派，他的客，他的那个虚妄熏习才是客。他的中间是不是叫做真心啊？是清净的，啊，叫做真常的如来藏的藏事，它是主体。但是呢，如果是妄心派。或者妄心系呢，他会说正闻熏习是客，
是外来的，就好像说我们要熏习法界等流种，是不是这样子进来的？不是在这里面的哦，是这样子进来，让这种清净越来越多，让里面的什么杂染，是不是那个比例会变少啊？清净会让我们的善多，杂染让我们的恶多，所以它的这个清净的是外来的，它这个杂染是外来的，这两个是不大不一样的哈。那总说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去把这个去掉，整个是清净污染的，把这个能够转染成净而清净污染，其实都向着什么清净来努力了，哦。所以呢，在妄心派也就讲正闻熏习是克，有没有？虚妄的唯识一手藏识才是主体。好，所以一熟识一熟识呢，它是虚妄的，是因为它是透过杂染来的。好，那么也可以看出这真妄的二派它所说明的事实是一样的，都是在追求清净，都是在追求清净哦。只不过以妄心为主体的话呢，它的有漏法的产生比较容易说明啊，尤其我们凡夫有是不是有漏的状态多啊？等于是杂染啊、有漏啊，其实透过妄心系容易表达啊，容易说明。但是呢，清净呢是寄于其中的啊，因为要透过这个清净的法界等流种，把它熏习到里面去。所以呢，如何从虚妄而转为清净？那就比较困难，比较困难解说。但是如果以真心为主体的话呢，无漏法的升起比较容易明白，只要把外面的课程把它抹掉，对不对？里面是不是就是清净的？哦，那杂染复净而不染，那么就说，因为它有外面的杂染，所以它里面能够不染，或者他要去依真起妄呢，就会困难一些。所以他各有专长，好，那当然以唯识系的妄这个妄心系来说的话呢，比较复杂，啊，是因为他众婆灭，他分析的多，啊，所以呢，我们再往前看一点，就是说，啊，妄心派，啊，第138页的倒数第三行有没有？妄心派哈。以妄事为中心呢，并且以妄事的什么细心赖也，我们的赖也里头是不是有很多的细的因缘啊？为主体，赖也与妄然的这些种子呢，那么它是无异无杂，也就叫做非不依不异了。它是融然一体，有点像水乳交融的意思。它本来应该是清净的，但是因为它这里杂染不断不断的进去嘛，进去的，所以呢它是非一非异的，无异无杂的，但是呢真心派呢，真心派是以清净的心性，也就是所谓的如来藏为中心，它所现起的妄虚妄呢是一种在禅的真心，也就等于我们有所执着，是不是才有课程所染哈，那它也可以叫做这个阿赖耶，但是呢，它又叫它跟称哈清净的称性功德有没有？所以它之所以能够这个清净，是因为它有称性功德，或者叫解性功德。说实在呢，跟那个法性都还是要结合，也就是跟因缘法它才可能去结合。所以呢，他这种一切虚妄熏习呢，他是不离如来藏的藏事。真心派他会比较重的是那颗摩尼宝珠，那他要讲清净无染的无漏法比较容易，因为只要把外面的课程能够怎样能够抹掉嘛哈。但是呢，妄心系他要讲这个有漏法容易。而我们凡夫众生一直到超凡入圣，这不都还是有杂染的成分啊？
乃至到八地以上，他是不是那个种子都还有杂染，一直到什么成佛才完全没杂染，所以他适合去他可以去分析他的一个那个变细微的变化。所以我们说这个妄心系比较不容比较复杂一些，是因为它还是比较以有漏法为主，有漏法会是比较，除了成佛才是完全清净嘛，菩萨是不是都还有杂染的成分啊？其实都还是有杂染的成分哦，好，所以呢，这种要到，所以在附论的最第一行也可以看到。净种的所依呢，其实是记在什么这个易熟事当中嘛。我们熏习这个法界等流种，是不是也是放到这个阿赖耶识这个易熟事里头？所以阿赖耶也是会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呢，它能够直持有色的诸根，而遍于根身当中来转。所以呢，也是透过阿赖耶识来直持色根。当然若细的讲，其实就是第七意识，但是因为我们摄大圣论是不是七八两识都一起讲，就叫做什么阿赖耶识，来直持着我们的根身，根身。那这种清净种呢，是六处当中的一个殊胜功德殊胜功德，所以在蕴处界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殊胜的功能。所以呢，所依呢，其实依在阿赖耶识。那这个阿赖耶识，在真常系里头，真心系里头，其实他也会去用阿赖耶。第139页的第一行有没有？在禅真心也叫做阿赖耶。所以这也是印顺导师把真常为心系，把它定在什么？虚妄为识系之后，因为真常为心系，他有时候也会去用了真常虚妄为识系的一些想法，但是他当然他要别立出一个系统来，他以真心为主嘛，那个为识系是不是以妄心为主但是只要在染净都还是融然一体的状态，都叫做阿赖耶识也叫做阿赖耶，也叫做阿赖耶，它是融然一体的所以我们说总说这个阿赖耶所谓的阿赖耶呢，它往往会是跟清净与杂染呢，它是不依不异的。讲到不依不异，是不是就是不落二边的它是融然一体的其实它是融然一体的那至于它是怎么样子的熏习呢，那么在139页的品类就会讲到说是依下品的熏习而成为中品的熏习，再从中品的熏习成为什么上品的熏习。那关键在闻思修多分修作得相应故关键是不是在闻思修上慧学上头的所以唯识学里面是不是有先有下品的熏，然后再中品的熏，到什么上品那所以需要三大欧生奇劫嘛，对不对所以呢是透过下品而到中品而到上品。那当然在下品的关键会是第六意识，先要怎样，先要转为妙观察之，对不对？妙观察。那如何妙观察？其实就是对因缘法的深度的观察，深观因缘法的平等性，才能够第二个中品的转，叫做第七意识转为什么平等性质，有没有？平等性质。然后到上品转才会变成第八意识转为大圆净智，然后前五识转为成所作智，对不对？的这样子的一个转法。好，那在140页会有它的体性跟作用体性跟作用。所以呢，这种从下品到中品到上品的转的关键，是不是就是在闻思修会当中它的关键
会是在文思修慧。当然戒是基础，定是辅助，能不能往上是慧啊，是慧。当然因为越是有慧，其实善啊，这种善性会越多啊，会辅助着这种动力因往上推啊。那也因为有慧，我们比较放下执着，也会比较往上提升啊。好，所以呢在我们第140页啊，就正文里面也讲，幼子正文熏习种子，下中上品，有没有？他是不是也是上品到中品到下品呢？那这些都是什么法身种子啊？法身种子与阿赖耶识呢是相违，非阿赖耶识所摄。哦，也就是说我们的阿赖耶识，因为我们以妄心为主的时候，它其实是虚妄杂染的。哦，所以呢不是它所能够含藏的。哦，那么也就是说哎，它会是外来的，就是要正闻熏习嘛，熏习最清净法界等流的什么正闻熏习啊，所以呢它会是出世最清净法界等流性故啊。所以我们说要多熏习什么法界等流种，法界等流种进来，虽是在世间啊，而又种了这种出世新种的这个种子性，这是啊，这是体性啊，也就是出世间啊，出世间清净的体性，出世间清净的体性是来自于啊正闻熏习最清净法界等流的缘故而产生的啊。所以我们等于是透过清净的法界等流种来怎样，能够来淡化我们的什么杂染，虚妄杂染啊，这是它的体性。所以呢又出世心虽未生时啊，已能对治诸烦恼缠啊。那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在世间法里头啊，虽然在世间，却是我们啊能够熏习出世心的种子性嘛啊。所以这种出世心的种子的这种作用还没有生出来之前啊，就说它还没有生出之前，还没达于超凡入圣之前，在过程当中呢，其实已经能够来对治我们的诸烦恼缠。我们之所以会被缠住，会被局限住，就因为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烦恼又因为我们着相被什么现象所缠住嘛。啊，所以我们说啊，如果我们越是理解真理法则，是不是就它是一种光明，是不是能够对治我们的无明烦恼啊？啊，光明越多，无明烦恼是不是自然越少啊？无明自然少嘛，所以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对治烦恼，就是在对治我们的烦恼。我们若烦恼越多，是不是就越往下堕落啊？所以也能够对治我们诸险恶趣，不至于往下掉啊。尤其我们又知道能够守戒的话，是不是也起码保持一个水准以上，对不对啊？守戒的话就不会造太多的什么恶业啊，不会造太多的恶业，也不会去获得三恶道的果报嘛。所以呢它还是会有这些作用，所以已做的一切所有恶业朽坏对治，能够对治我们所有的一切啊，一切所有的这些恶业。那恶业也会让我们朽坏啊，所以呢也可以来对治这些。所以这种出世清净心啊，会有这些作用。它还没有生啊，还没有这个显现之前，在过程当中能够对治我们的烦恼，能够对治我们往哈、啊、不会让我们往下堕落三恶趣，也不会让我们去造太多的恶业，啊，好，而且呢，又能够去随顺逢事一切诸佛菩萨，啊，因为这些清净法界等流种来讲的话，是不是跟诸佛菩萨比较相应啊？啊，因为诸佛菩萨之所以成就，是不是也依据
啊，也依据真理法则来的嘛，法界等流种来的。啊，当然到诸佛菩萨呢，他不是只有等流，他根本就已经验证，而我们因为还没验证，所以叫做等流，像影子一样，他是很接近的啊，跟诸佛菩萨的那个思想呢是能够相应相契的，是因为我们就是依循着什么真理法则，能够逐渐往上提升的。哦，好，那虽是世间呢，应知初修业菩萨所得异法身摄，声闻独觉所得呢，为什么解脱身摄？哦，那这里就会有所谓的法身跟什么解脱身的问题。那所谓的法身来讲的话呢，是离烦恼障跟所知障啊，也等于是能够对治我执跟法执。而解脱身呢啊，想要了生脱死啊，主要是对治我们的什么我执烦恼障，放下我执，自己就能够了生脱死，叫做解脱身。但是我们说声闻缘觉呢，它并不对法执的这个部分，它可以不管法执了，所以我们说它还不够究竟嘛，是不是还不够究竟哈？因为比较针对什么我执的烦恼障，所以我们说我执会产生什么烦恼障，法执产生所知障。好，那菩萨来说的话，他是不是要能够所知障跟什么烦恼障都要能够一起啊？啊，因为这个会是我执的来源，这个是什么法执的来源，并且它这是属于什么具身性的嘛？那么它还有分别性的，对不对？还有分别性，所以我们说先要去解决我们的分别的什么我执法执，是不是才能够解决到具身性的我执法执？哦，所以第一大阿僧祇劫超凡入圣针对的是分别的，所以我们说这里起码先产生平等平等之相，有没有？也就是涅槃的现象之后，是不是才解决具身性的，还要能够转染成净嘛，然后再把这些能够怎样出清存货曾经杂染过的种子，是不是还要再变现出去啊？哦，然后才就近成佛。哦，但是如果声闻解脱到，他是不是只要去扶住什么我执，让他不起，就能够不受后有？所以这个叫做解脱身，他是不够究竟啊，他只要证得无生就可以了。他是不是针对这个部分啊，让他不要去起作用？一起作用，是不是就还会再来生死？只要不起作用，他就能够不来生死啊。所以法身，我们说要到成佛的尽虚空界的法身，是要究竟的彻底的解决哦，才可能尽虚空界嘛。哦，所以呢先从分别性的，然后再从具身性的，对不对？再把这些杂染是不是都出清了，然后就这样子尽虚空界，这叫法身。哎，但是如果是声闻呢，因为它只是辅助，它可以不受后有而已，七八两事其实他还在的，哦，只不过他的定非常的深，哦，那主要是因为他这个放下了这个我哈，这种，他去扶住了那个我执的烦恼障，我执的烦恼障，哦，所以呢，在第143页，解脱身哈，第四行有没有？解脱身是离烦恼障而显现人无我性，法身呢，它是离烦恼所知二障，有没有？而圆满显现什么真实性？何谓真实性？就是尽虚空界的真理现象。真理现象它是不是尽虚空界的啊？而且无始劫以来就
本然存在的。哦，那小圣只是断烦恼障得解脱身。哦，但是呢，以大圣来说的话，他是不是 要断两种哈？这个烦恼障跟什么所知障？那所知障这个部分呢，它是更大的，所以呢，他所修行的时间是不是更长久的？哦，它是更长久的。哦，所以呢，在这个倒数第四行，有没有闻熏习也是外面直接啊，哦，来闻法。啊，闻法界等流正法而来熏习，间接的来引发本具的这个啊常乐我净的这四德，啊，在过程当中呢会有出世的影像啊，那外面越熏呢，里头也越动，所以就会逼近什么这个真实性啊，也就是真理法则的现象，啊。所以在法界还没有开显以前，是依着什么赖也来转依，哦，所以他会跟解性赖也啊，也是具性德的法界来融合，哦，成为一切净法之所依啊，哦，净法之所依，哦，好，所以这个是出世清净心的体性与作用，哦，所以它的体性是不是就在这个最清净的法界等流种上面呢，它的作用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来啊，这个处理所谓的这种烦恼啊，免堕什么恶趣啊，并且呢，能够让我们啊多善而少恶啊，对治我们的一切所有恶业啊。好，那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哈，阿弥陀佛。